臣女的确是如阿母所说那般，粗鄙不堪，又经常惹是生非，不懂得体谅父母，更不会顺从老许。不过抛开这些都不说，臣女今日就想问林将军一句话：林将军，您日后寻得的心腹，自然是比我好个千百倍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。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，想必你也不知，在我眼里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。林将军，陈夫人，莫打断我说话。世人都说，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。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，在战场上不输男子，可在战场下，您也跟陈将军伉俪情深，可见夫妻各有不同，并非皆为世人所想那般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这全都城、全天下最好、最好的。